2023年一季度，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再创佳绩 ，GDP 增长8.2%以上，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8.5%，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居全国前列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经过70多年，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快速发展，一个政治安定、社会稳定、经济发展、民族团结、宗教和睦、边防巩固、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呈现在世人面前。